说明一下好不好？其实我们家是公寮啦，矿工的公寮，是在北部区域计划开始进行建筑管制，民国70年以前就存在了。因为那个老房子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，啊，也在民国60年左右就拿到门牌号。那北部的区域计划施行对建筑管制开始日期是民国70年。2月份，那换句话说，那个房子的存在，在根本上是没有违反区域计划管制的啊要求，也没有所谓违不违建的问题。那至于新北市政府曾经在100年进行合法核发合法房子啊要点哈、啊，是在100年10月份发布的。那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其实年久失修，会漏雨，所以呢我们在民国92年到93年之间啊，我妈妈跟我们兄弟啊就把它修建，所以基本上应该也没有违反新北市政府的相关规定了啊。但我们愿意了哈，就是尊重新北市政府的调查啊，如果有需要配合改进的，这个我们都会配合啊，不过两个时间点是很清楚的，简单报告。副总统，有证明可以证明说民国70年前就已经存在吗？因为门牌号码就是一个证明啊，而且新北市政府也可以去调航照图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民国70年以前我们那个房子就存在啊。那新北市政府给予我家的门牌号码84号的门牌号码，是大概民国60年左右啊，所以必然是我们的房子是在6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嘛。也就是说，在北部区域计划开始实施的日期，民国70年左右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这个就是证明嘛，门牌号码的存在就是个证明。啊，这个新北市政府都有资料的，好，他可以看新北市政府发给我家门牌号码的日期。是不是在区域计划开始实施民国70年2月份的时候之前，或者他可以去调航照图就可以证明，啊，他新北市政府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就可以厘清社会的疑虑嘛。啊，如果说啊我们有需要配合，啊，包括各种啊这个提供资料，或者是说要进行怎么样的程序，这个我们都愿意。但是基本上他就是。当时那个啊挖煤矿的时代啊，我们那一排都是公寮，我们那边住的很多人都是公寮，啊，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，啊，这个情况了，啊，所以如果大家从两个时间点去看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啊，我们家的房子，啊，到底有没有合法，有没有违章，就很清楚了。喂。我不想请问一下，现在网络传就是说那个赖清德的来在万里的老家是违建，因为可能是矿业用地，甚至还有增建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？他老家假设是违建，那我相信已经行之多年，因为既然他老家我相信几十年，那我相信是不是违建，赖清德副总统，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。假设是违建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继续让它存在？所以这个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不是违建，请赖清德副总统，请赖清德总统候选人出来讲清楚说明白，第一个是不是违建，第二个假设是违建，他在政府机关从政这么久，从台南市长，过去的立法委员、行政院长，现在是副总统，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，那为什么放任他违建的状态持续这么久？请赖副总统出来讲清楚、说明白。
总是会觉得这个是回力镖打到自己。是不是回力镖？各界有不同的评论，我尊重各界的看法。网友也提报赖清德的老家疑似是违建，民进党发声明说那是亲戚所有，屋顶的遮蔽物是防止阳光照射影响到老家生活，请问主席的看法？谢谢。后面那个他民进党的解释我是听不懂，你盖屋顶不是要防止阳光照射，不然做什么用？防止被上天看到是吧？一个新竹老家是不是真的有铁皮屋违建？但昨天柯妈妈被问到违建，哭着说不知道主席选这个总统要干嘛，认为又是政治操作了吗？另外网友也提报赖清德的老家疑似是违建，民进党发声明说那是亲戚所有，屋顶的遮蔽物是防止阳光照射影响到老家生活，请问主席的看法？谢谢。你后面那个他民进党的解释我是听不懂，你盖屋顶不是要防止阳光照射，不然做什么用？防止被上天看到是吧？是这样的哦。要不是那个昨天的新闻，我都已经忘记我家有五楼了，不然因为我大概有20年没有上到五楼看过了，都到底上面活动就不知道。我妈妈是跟我说那个是已经30年前就有了，那但中间有改建一次了，不过态度是这样的哦，反正按照规则嘛，如果他真的被判定是该拆的就拆嘛，我也没有说你不要去讲一大堆理由，因为倒是那个黄偶像我妈妈气得要死。那个就是哦，你们这个媒体，你知道哦，只是把前面剪掉，后面剪掉。那个黄偶像根本那个铁门也不是我们家装的，也许那个地是我们的，但是装是那个别人装的，他就把那个前面都剪掉，就只有说我们那我妈妈说啊，那个地是我们的，但是他别人家装的，他就把它剪掉。啊，然后先做个新闻，你看，哦，柯文哲他家又有违建，又把哦这个黄偶像哦做一个铁门，哦，然后再说，那晚上再继续哦，这个有律师出来讲说，哦，这个是涉及公共危险的，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哦。如果你都明明知道你在做假新闻哦，这种媒体到底要不要谴责他？其实我妈妈那种人哦，我就宰下来，记者去哦，他都会请人家进去吃饭。我跟他讲说，欸，很多人要害你啊，你不要以为说，我请人家吃饭，然后他再做一条新闻害你，我说是。所以咱这已经去30几档了。对。啊，无想到讲这届选举就变成安尼。对啊，我嘛无想到啊，足够有气味呢。还是阮囝在选举，不是我在选举。啊，我是住伫遮，阮囝无住伫遮呢。因住伫台北，我的囡仔吼，前去读大学了后，就是住伫台北。吼，啊，后来娶太太，啊，嘛是住伫台北。上头无厝的时，嘛是共租厝哩住。阮是即款的生活，阮是社会康，毋是讲迄大好个人呢。啊，你安无啥无代，一直要甲阮欺负，啊，你无个代志，强硬要甲你讲啊有，无人来甲我讲啊。啊，阮两个吼，安分守己，毋捌你做啥物代志。阮两个拢是公务员摕落来。啊，我若唔捌去对，像我即摆，你随时来找我，我嘛有滴。真的呢，我唔捌讲去对，我也无你做生理，也无你做，也无你创啥。啊，你干呐从早昏就来甲我插落啦。我嘛是为一点啊，头前这嘛是空的啊，对不？头前啊，阮这像向西，你知？一波时吼，日头光足艳的呢。啊，我若有一个厝顶，啊，我就安尼。伊使甲围者，啊嘛唔敢拢装围。对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尔安尼伊也咧讲啦。你看这什么政府，要欺负人嘛，唔是安尼。